Hello， 我的名字叫做徐发音，我来自 Higher Diploma 第七 batch。今天我的比赛是 Master Category， 然后我报的是 M21 Fish or Seafood。OK， 在我做 dish 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用到的材料就是有 pasta 咯 ，tomato sauce， 就是我刚才所谓的 tomato coulis，and then 老虎虾，然后而且是要野生的咯。接下来就是还有一个叫做我们用 snapper fish， snapper fish 我们也是要野生，就是不要有养殖的，就是要拿新鲜的。在这样子的 concept 呢，我是经过学校很多 chef 的意见，我跟他们讨取意见，他们给我的 idea， 然后我再去改造，把它做到自己想要的一个形象为止。我要讲的就是thank you 我的 chef， 尤其是 chef Jeremy， chef Buckley， chef Lim，他们给我很大的帮助，然后尤其是我的 Chef Jeremy， 他在一问他放假都好，他也去去到巴萨选购最新鲜的食材来给我去参加这个比赛。Thank you Chef， Thank you Golden Chef 给我这个机会去参加这个比赛，也同时有给我赞助报名费。So 我要讲的就到此为止。Thank you， bye bye。